早晨啊，咁多位，今日系9月21日星期五早上啊，咁啊隔夜美股咧，道指同标指咧都可以创新高，气氛相当之好啊，咁啊令到港股咧今日承接住过去几日嘅升势继续反弹，上到去27,700点左右水平，楼上目标继续27,888、27,888咁啊，人民幣方面咧，再度咧啊，叫做回升至啊6.83離岸價。而美匯啊，特別需要關注，美匯跌穿咗94啊，咁啊技術上形成咗一個頭肩頂。如果美匯持續回軟嘅話咧，對於人民幣、對於中港股市都係利好嘅。咁大家有貨繼續揸住啦。